清风轻轻吻过奇幻星际夜路，埋藏旧事化作半世的尘土。不是的，因为我都做过很多不同的 show 啦，咁就同一铺都合作了很多次啦。咁就上啱啱上一个 show 都是同台湾的人飞很多不同的舞台剧演员一起演出啦。咁另外亦都做过很多不同的第二啲嘅 show， 譬如其他的舞台剧啊，我都做过不同的岗位，譬如指挥啊、编曲啊，咁同唔同嘅舞台剧演员亦都很多嘅唔同的合作都有试过。絕對是一個挑戰嚟嘅，但係今次就不算是第一次，咁每一次做都會累積到不同的經驗啦。譬如今次我知道亦都會有啲係演員底的演出者啦，咁我亦都係憑上幾次的經驗，亦都可以諗到譬如點樣可以同佢哋溝通啊，或者點樣同佢哋講啲音樂上的嘢，但係可能佢哋未必有呢一個language， 但係我亦都。因為之前的經驗啦，亦都學咗哦，其實可以點樣同演員溝通音樂上嘅嘢啦，咁樣。有啊，試過去都係跟屋企人去，係咪叫紫微斗數啊？即係計出嚟嗰啲咧，計完佢有本書仔寫翻俾你，講俾你聽，好長嘅，咁佢會即係唔同嘅範疇都會講下咁樣咯。嚇，咁就其實唔係好記得，因為都係。我記得是臨去讀大學之前的，我記得他唯一他有一個說的是什麼我快來會去什麼翰林，即是什麼即是翰as in學者那些呢，我也對的，其他細節就不太記得了。不過我不知道自己前世是什麼，但是我懷疑我有過很多個前世，因為我見過我有不同的朋友都有說過，你應該是一個 old soul 來的，因為我也都很喜歡一些很舊的東西，也都覺得個人好像很舊的那件事，所以我可能是曾經有過很多很多個前世。若沒有三世，叫眾生怎捨決定。